深吸一口气啊，深吸一口气，三二一，我演得好好啊。还有距离，还远着呢，还有一半，可以再大胆一点，我通过我的音高来，还可以往下，哎，还吵着，还吵，哎呀，别闹了，烦死了。还有大概两公分，哎，要接近了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你被他抓进去了吗？站不稳，站不稳了。好，摸到了，摸到了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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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到四下、五下、六下、七下、八下。你打桌子干嘛？什么东西啊？他怎么长了这么多头啊？他长了好多头啊！你们给弟弟下蒙了，每一句话都扎在了丁程鑫的心里。他长了好多头，文静都要哭了。不是他好多头，不摸了不摸了。现在我们要开始投票了。第一轮的投票，记得大概刚才说的是什么吗 ？Q 弹 ，Q 弹，软的，囊的，麻麻的，皮肤一般粗糙，长了好多头。金针菇，不会吧？麻麻的，你觉得麻麻的有点问题是吗？我没那么麻吧，感觉麻吗？你没那么多头吧？他肯定以为那个是头，小小的那个头，他可能以为是那种感觉，有可能。我能理解他好多头，有可能感觉。我觉得我跟蔡文静是一样的啊。哦，现在开始站队了是吧？我感觉我能体会到。露丝，你来，大侦探，你分析一下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。我是分析在场观众的感觉，就是特别是那两个小朋友，观察他俩很久了，他俩在第一个掀开的时候反应非常明显，我这个没什么明显，这个一般，四号的时候那太明显了，第三个就觉得哎不，第四号麻麻的，这个推理好。我跟露丝是一个分析。